人呐、啊！反正也是我来一个。还有我的头。我们现在在车上，是什么车？保姆车。保姆车。还在有我的保姆。一个艺人。是吧？哎呀，好大，好热啊！小心哦。有哪有甘草啊？有甘草啊。好啦。我们在摆一。这个市场叫什么？百年市场。不是，这边叫什么？南耳。南耳市场。反正就是一般观光客不会来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在里面。今天的午餐呢，是我们公司发餐饭。啊，我们的导游。阿姐，问你哦，这个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很辣。推荐我们。酱就酸酸辣辣的。啊，这个嘞，这是什么酱？就是它有一个猪脚饭。这个。哦，那个是什么饭？鸭肉饭。对，我吃的。我会搭。猪肉饭。大家都是猪脚饭。就是这样。我们已经走到卧佛寺，然后在这边。因为我们两个穿短的裤子跟裙子，所以我们去买的这个叫什么？可不卡。不是，我们买的这个。看到超可爱的。哎，我看到了。卧佛寺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要去卧佛寺里面参观了。参观要按摩，按摩。我们等一下要去按摩，要来露营哦。对啊，哦，很热哎，超热，这个太阳。进去里面参观的时候呢，就是他要先脱鞋子，然后那边有一个袋子，袋子，然后进去参观好了，这边出来。卧佛，这是他的门口。这里好漂亮哦！这个是什么？他们的好像是他们放骨灰的。对，可是很漂亮，这样子看很漂亮。你看这个角度，看他脚的那个角度，还有这个角度。我们现在要搭船，好可怕哦！夜市，要坐那椅子。没有录到椅子。好的，你坐他的椅子。椰子冰，椰子冰。我要坐哪里？随便你坐。我在录椅。随便你坐。这边。哎，这是什么河啊？爱河，高雄爱河。这是什么河？啊？叫什么？叫我看一下。叫中文。烧皮耶河，梅南河。哎，看这边哦，看这边，我在录影。好的。搭船在录影，搭船拍照。虽然很热，但蛮爽。没有，不用水。到码头市集了，好可爱哦。准备吃晚餐，来。听说这一间闭合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特别便宜，但是好像很好喝。在码头市集这里，这里是间。我们都点了那个牛奶冰沙，椰子牛奶冰沙太亮了。他干嘛？那是椰子肉吗？牛扒。好喝吗？
这个脸不是很 OK。 哎，真的很好喝，真心推荐，好喝。哎，我跟他一起喝了一杯，他明明就还没喝下去就开始摇头。好喝，喝你。等一下哦，你先拿着一下，我等一下要拍。确诊好喝吗？他不会倒太多。很爷，真的爷，真的爷。好喝吗？这什么脸呐、啊？哎，好喝哎。它是种椰子。对，椰果。OK， 赞，推荐。美珍香。听说这里比 Big C 便宜一点点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买了好多这个，大家都期待。你的太小了。等一下要喝啤酒。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哎，好可爱。还有打呼。吃晚餐。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啤酒？大象啤酒，大象生啤酒。大象。旁边这个人傻眼，谁的？然后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好的，导游帮我们点的，可是超香的。可是导游也不是太吃。对，导游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啊，这是什么芒果的样子？很像那个凉拌青木瓜丝的那种。哦，吃了会长奶，多吃一点哦。嗯，24岁。你为什么要撞我？因为他伤害我的心。这里真的超棒的，超赞，超赞。哎，是不是很棒？这里就是很赞，很漂亮。可是我们有点太暗了啊！我们要继续逛了。皮卡丘，哎。他很喜欢他。我们昨天在 Seven 喝的，
差超多，这个真的超好喝，超好喝，太好喝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芒果糯米，芒果糯米饭，芒果糯米，它糯米饭还有椰浆，对啊，椰浆，它椰浆撒的味道。它撒的有点像一种东西，好了吗？它两个变黄色品牌。比昨天的好喝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那个芒果，对，芒果冰沙，二十，这杯才二十，这么大杯。你这个三，昨天那个三十的。对啊 ，seven 的，昨天 seven 的 ，seven 的不要喝 ，seven 的不要喝。快点太少。是了，好，嘴巴说啊，真的好啊，好吃吗？我以为它冰的，好像冰一点很好吃，但是这样也很好吃。饭常温，你就可能是因为你喝过冰沙，在吃那个常温。大明星换人做了。我们在逛卡兔卡，去买香菇。大明，啊，好大，好多。好，他现来。好多人哦，很多外国人。对啊。等等等等，他好开心。这边太阳都是他放的。那个为什么会这么热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暖男。很暖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太阳都是他照的。他是流行，这区没有。暖男。是泰国的。暖男。发一发标准。暖男。好累哦，太高了，脚太重了。来，这里有两个死掉的，这长得怎么样？上去高空酒吧的，你这，哎，看到了，包红红酱，这个。